在高处俯瞰下，为了什么还在挣扎，尔虞我诈，等待救赎的心啊，在绝望的哭喊咿呀咿呀，觉悟了还回得去吗？刀光剑影，狼烟风沙，何时结束它？看啊，成败转眼风化，啊，废墟世界剩什么留下？刻下了最痛的代价，轰轰烈烈不顾一切去争一切，值得吗？再深的恩怨，胜不过一道伤疤，狠狠往心里面扎，化成眼泪落下。废墟世界只剩我留下，再多的秘密都腐化，真真切切在我眼前浮现战火的片花，和自己对话，最后的上的纠缠，谁放得下？2019新的旅程 SH48 Group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刘增艳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。